新界原居民的宗族村建基于土地，而城市发展亦大量征用土地，两者存在冲突，风水往往成为争拗焦点。当年那个风水先生为什么他能够批了这个山顶如果是见到红的这个无蟹谷的破坏，你就要衰一百年。平山的历史大约是八百几年，风水先生指点来这里立村，就说这里风水环境非常好，这个叫做无蟹谷。那个后面的山那里个背脊咧就同个蟹背咁嘅样，而佢两只手两边有啲小嘅山岭，好似两个钳伸出。平山嘅蟹地咧，我哋睇上边呢个雕刻就睇得见，上边有只蟹，旁边系两个官喺度守住嗰只蟹咁，唔能够俾人破坏。从呢个画可以睇得见，而且世世代代都系咁样讲落去。很多嘢挑起嚟睇落去唔知係乜，但係呢一隻蟹配合埋大家講故事，同埋睇個背後山咁啊，一目了然，深信無疑。因為從小種咗落嗰條根喺度，所以到老都唔會忘記。鄧姓氏今年73歲，係平山鄧族司理。佢話每一個村民都熟悉平山嘅風水格局。除了祠堂有雕刻说明，还有风水习俗指引。风水无非就是寻求适宜给人在这里居住和在这里发展，是寻求这样的环境。整个一大片都是田园，田园就是适宜生产，有农业生产多的就是富裕嘛，富裕了跟着子孙就发达。同時呢，那個風水先生亦指點，即係話面前嗰度有河都唔夠，因為呢條河唔係大河，應該喺呢邊咧再搞啲水塘。因為我哋向西排水，咁啲水向出邊排呢，排就排咗落去水塘，經過個水塘沉澱之後，然後上面嗰啲先去流出去河。咁佢沉淀下边嗰啲泥咧系非常肥嘅，咁到若干年月，佢就要清塘，清咗个塘咧就将泥挖起嚟去肥田，即系呢个系一个良性嘅循环，咁啊完全符合现代嗰啲环保思想、环保原则。嗰条河就系咁样一路咁样流。邓姓氏从环境生态角度去解释，点解先人有咁嘅安排？佢话几百年前。他们立为立村都可以结合大自然，为什么今天发展新市镇竟然完全忽略了平衡环境生态？就好像这个天水围建设的时候，他一设计就是要塞住那条平山河，你不要讲风水了，我们这个排水出去你怎么塞啊？到水浸的时候，这个是环境保护的，你怎么为什么要塞那条河呢？你又懂得天水围要填高十几尺，咁樣發展就唔應該嘛，咁叫做犧牲鄉村發展城市。當年填嗰條平山河，我哋就係村民都係提意見，呢啲係鄉村排水嘅，絕對唔能夠塞，只能夠疏導嗰條河，而且加翻少少明渠喺度，方便排水出去，呢個先至係根本性解決問題。南边、北边变咗系喺个镬底嗰度，唔好话风水啦，成日担心俾水浸啦。后边又系嗰度新村啊、塘坊村啊，都系喺低地方，你填得非常高，咁样发展有咩好处？平山邓族饱受新界城市化嘅影响。邓姓氏相信是因为100年前条村无蟹谷的风水位受到破坏。山顶所见这座红色顶建筑物就是英国政府1899年到新界平山起的警署和指挥中心。风水呢就是关系生死存亡，大家认为搭死压死蟹就是死那条路。
你自己村人嚟講，亦冇人膽敢喺山頂建間嗰屋嘅，係唔適宜人住嘅。唯一個可能咧，就係外族入侵，佢就敢咁做，佢亦係需要咁做。周圍都係嗰啲窗口就向出嚟，即係呢個係我哋鄉村八百年歷史嘅恥辱。呢個你講係風水嘛，又係風水；你講係心理嘛，又係心理；你講係政治，亦係政治啊。佢喺建築上同風水唔配合，佢喺佢嗰個用途上同我哋係敵對嘅。睇見呢座嘢，大家就係厭咗佢，就好似壓住自己嘅心一樣，心理總有事。拆咗之後，咁啊，大家咪好過啲咯。91年，政府要求鄧族搬遷佢哋喺稔灣一掛媽祖墳，要塊地嚟做堆填區。事情一直未傾妥，佢哋於是要求以山頂風水地交換，一則可以解決同政府嘅分歧。更重要是可以了结心愿，解除大石砸死蟹的心理威胁。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即那边损失了，在这边得到补偿。個祠堂的作用係坐埋啲整個三條村自己個祖宗啲家臣喺度噶嘛。同埋你每一個人男登結婚咧，都要拜祠堂啊，都係拜呢個祠堂噶啦。不過爛咗都係要拜噶啦，冇辦法噶啦。大埔太亨村有600多年歷史，裡面三條圍村分別屬於民事長房、二房同三房，但係因為風水問題，佢哋嘅總祠堂已經荒廢咗100多年。呢、这个煞气大，同埋嗰条龙脉细，呢、这个祠堂大，即、就、系、是、好似咁样，即系个细佬哥点孭得起个大人咧？呢间祠堂咧本身咧就系喺100多年前咧先至起嘅。如果系好嘅咧，呢间祠堂唔会烂嘅。我哋嗰啲围村啊，都500多、600年啦，点解佢都唔会烂啫？佢依家咧认为佢唔好嘅。佢就唔需要收葺佢啦，由佢冷啦，冷咗就算数啦。即系本身咧，我哋呢三条村就好多人嘅。自从起咗间祠堂之后咧，嗰啲人咧就逐步少咗。咁咧就觉得佢咧就系唔适合我哋嘅村民保存嘅。文永玉系太亨村民事长房嘅村长，佢话村民都唔想见到自己嘅祠堂变成颓垣败瓦。但系佢哋又相信祠堂风水对长房不利，坚拒修葺或者重建。即系我阿爷嗰对咧，喺太亨村嚟讲咧，枕住都有风水先生养住喺度噶。但系啲风水先生咧，佢始终都寻唔到一个好嘅办法嚟到重修佢。祠堂代表住一个宗族嘅历史同一个宗族嘅延续。家族大小事情要处理都是在祠堂聚集的。你那条村现在起了多少新屋，或者是怎样发展得多漂亮都假的，连祠堂都起不到的，变成很惭愧的。我就在这个84年就做乡长到现在，就我一直的心愿我都起了间祠堂的。就是你五品自己的心就已经好像忍住这样，就是用一次在这里。民事三房人以往对于重修总祠堂一直好多争拗，长房文村长话佢父亲嗰代简直就系倾都冇得倾，原因系佢哋相信长房人丁少同祠堂风水有关联。因为点解咧？佢风水啫，左长右异啊嘛。如果系嗰个缺口咧，就对我哋咧就系好不利噶。
民事长房住在灰沙围，得几十人，较二三房几百人，人丁单薄。文永玉父亲去世之后，长房已经没那么坚持，有同二三房谈过重修祠堂的问题，不过大家仍然希望以风水为依归。过去风水一直是乡村历史和传统的一部分，条村的坐向、立村位置，甚至一草一木都经由风水概念设计，任何改动不单动动原貌，连信念都受到动摇，后人怎敢随便揸主意呢？上和坑村是一条姓李的客家村，祠堂里面竟然供奉了一位跟他们没有血缘关系的风水先生李三友。这种情况在新界其他乡村很罕见。二百多年前，上和坑有姓何、姓曾、姓邓的客家村，李氏是最后先到上和坑落脚，结果后来居上，慢慢还得回李氏一族留在这里发展。据村民讲，当时建村和建祠堂的位置是由风水先生李三友决定。姓李立村在山最斜那边山脚，以取最多阳气，不过为免阳气过盛，围门改为向着溪水源流，再加上村前溪河又做了几个集水位，令水流慢一点，好聚阴气。村前仍不准起建筑物阻挡，为求取得最多阴气以平衡阴阳。李氏一族得到繁衍，村民很相信与风水有关。今日其他姓氏的祠堂和房屋已经荒废，后山还找到姓邓的一卦祖坟，而他们的后人就在二百多年前搬走，其中一房搬了去学斗。初時在和坑那裡就被姓李那裡造成一個門口，向正姓鄧的祠堂，這樣一住下去，人癲的方面一路人口很不平安，那就想著祖宗不住得了，這樣就可以 分走了。學鬥村位於沙頭角，完全沒有受城市發展影響。根據學者研究，他们风水格局和二百多年前立村的时候没什么两样。传统风水格局，村后要有靠山，而祠堂就要对着一个风水山。村前和风水山之间要有一个大平原，称为明堂，作为聚气之用。村左手边种了一排排风水树，以挡煞气。学斗呢真是一个壳形咁样，因为佢壳咧两边咧，你嗰边同呢边咧，嗰两个翼角啊，嗰个壳咧，嗰个头伸出咧，咁飞住落咧，嗰个嘴咧就啄住嗰条鲤鱼嗰个尾，就沉落去睇嗰个头唔到，就所以睇到呢两边咧，嗰个翼角，即系咁打横咁样，嗰个头伸出去想食嗰条鲤鱼。邓桂云移民英国三十几年，退休还乡，感慨万千。而家翻到嚟咧，即系冚唪周围都嗰啲荒山野岭啊，即系人就少咗咯。所以谂起童年嗰个时间咧，嗰个环境咧就人多咧，梗系有种乐趣。而家翻嚟即系话啊，净系睇到嗰啲老人家咧咁样诶，都系。幻想即係以前過往嘅時間，就呢條鄉村咧點樣忽然間變到咁靜咧？即係咁樣，嗰條圍村嗰啲面貌咧，人緣係咁陳舊，即係冇話學人哋嗰啲其他
鄉村嗰啲地方咧，即係嗰個面貌一新，所以有呢個感觸。好啦，啊，市長啊，啊，市長，投訴，罪投訴。炳叔喺粉嶺圍做咗30年書記，佢話粉嶺圍係由佢哋彭祖幾百年前按風水格局立圍噶。因为呢度系福地，有利子孙繁衍。不过发展到今日，本来嘅风水格局已经遭到城市化破坏，日渐模糊。咁啊，当年咧呢度嘅环境咧，同今日咧就已经系完全系两样啦。咁啊，当时呢度咧大幅和田咧，大幅水田咧，就一路望到去深圳嘅。咁啊，当时嘅环境咧就系平原、草原同埋水田嚟嘅。喺地方上嘅环境咧。根本就冇呢種權勢咧，同政府或者係地方上人士對抗呢個問題。你睇到我哋而家寮村嘅話咧，四周圍嘅咧都係嗰啲土地咧都全部差唔多俾政府收曬嚟發展一個新市鎮，發展其他個事。咁呢個你話係唔係對我呢條村、對我哋彭族嘅後人係有一定嘅影響？如果喺50年前，我相信咧好多父老咧都好注重呢一點。即係對影響風水呢方面嚟講啊，譬如有啲建築物啊，影響風水啊，我哋都好注重。但係喺近年嚟講嘅話咧，呢個念頭咧都唔係幾注重，都得過且過啦。以往村民起屋，為咗有利風水，都會跟住祠堂方向，絕對唔會對住祠堂起屋。不過時移世易，他哋話冇辦法唔相就。而家都介意㗎，咪就佢咯，就瞓你個門咯，擺左擺右，借咩店鋪對正嘅咯。即係你行緊所不㗎啦，係嘛？你冇法子啊，你唔要冇啦。你人口都增加咗啦，唔夠住啦，係嘛？你好似你話邊啲間兜個阿向祠堂啊，邊個例子啦？你話唔開咁咪冇咯，係嘛？咁咪你咪揾風水嚟避嘅咯。而家都好唔好都冇咩所謂㗎。即係以前你係以前咁喺呢度起屋，你就起唔到嘅。本村啊，宅神唔俾你㗎。即係而家環境又唔同啦，而家個個都爭取過，咁佢又起，你又起。政府70年代發展新市鎮嘅時候，向粉嶺圍收地，村民話反對都反對唔嚟，最終要面對現實。咁而家政府俾一筆錢，俾一個代價徵收我哋呢啲農地，咁我哋就一次過咯。咁但係呢啲我哋無奈，歸根嚟講嘅話咧，我哋新界嘅人咧係唔都係唔願意嘅。不過，對於政府要搬走佢哋嘅祖墳嚟起大埔公路，村民就堅決反對到底。炳叔負責編寫族譜，瞻前顧後，眼見條村風水格局因為土地變更用途而轉變，不禁替氏族未來發展擔心。俾我哋嚟睇到個眼前嘅風光就係繁榮，但係以後咧，我哋嘅子孫咧，如果係發展嘅話咧，幾百年後或者幾千年後、一千年後嘅話咧，仲喺邊度揾地方嚟寄居咧？咁我哋啲後人自然要分散啦。長遠嘅時間㗎啦，大家都可以忘記曬啲祖宗，喺團結上或者喺我哋氏族上咧，都係離間咗。我相信咧，每一個新界每一條村每一個氏族咧，都係同一個命運嘅遭遇啊，將來。呢個必然嘅，有得睇噶，係啊，做個臨時垃圾站。年輕一輩嘅村民比較樂觀，佢哋願意見到鄉村現代化。彭村長就好希望自己條村可以同時代並進，將我哋村原有附近嘅農地咧，被一啲新型嘅西班牙式嘅村屋就取替咗。咁呢個係一個好現象嚟嘅，因為呢一方面可以。幫村民可以改善佢嘅居住環境，二來亦都可以話幫助村民有一個額外嘅收入，農地就當然冇曬啦，但係村民換來咧就係一個金錢上嘅賠償。我就90年翻嚟，可
開始見到很多村民，他們都未到退休年齡，他們都開始有些都說提早退休，他們就差差條條就在村裡過生活。他15歲移民英國，每次回來都覺得村正在蜕變。現在呢，我們村差不多被那些高樓大廈包圍了，在地理環境觀景上面，甚至乎老一輩說風水影響埋添。雖然我自己個人咧對風水呢樣嘢唔係咁相信，但係對於話同村風水有關係嘅嘢突然間消失咗，我唔可以接受。雖然佢喺風水上唔係咁重要，但係咧佢喺我自己個人。